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世界啃食者，饥饿的毒龙。我这次使用的是兽队，搭配了一个这个女王。刚才其实有用同样的队伍，但是这次是换成黑狗，三个石头通关。录影录到一半宕掉了，我自己不晓得，录影软体已经停掉了。那这个账号反正也要打，我就顺便进来啊，运气很好，这个账号也是一进场就是全部 CDR。CDR 我们现在主力是火的、暗的，就是火克木嘛，暗克光嘛，然后再一个木克水，顺序是这样打的，基本上高系数就是重点。第一回合很关键，我看一下转。反正 combo 数做多一点就对了。我靠，这五星，这有点危险。先把这个音效关掉，音效有点 lag。看一下哦，这个打的话，一只的攻击力是，我们算最多的三水的三五六七。加上暗的三六七五，再加上一个火的三六八二，三只锤下去我还可以撑啊。我们 check 一下，我的录影程式还在录，怕都没有录了。少一个那个木，这垂下去真的是舒服看一下吹过去，吹过来。过去过来，非常好，天降，留一次给我，可惜。好，不要天降，够了够了。这时候就怕很大力，因为这时候要集 CD 啊，集 CD 的诀窍就是这样，一吸，哎呀，一吸，哎呀，有点破防了，没关系。火珠比较危险，火珠会打到它，所以我们先把火珠转掉。太大力。好家在，这时候想办法把你的 CD 出起来，
尽量把你的那个攻击柱给切开。哎呀，两吸停哦，太可怕了！我每次都不小心天降，其实那天降是自己弄到的。我们看一下一吸多少血，哦，4000多，可以轻松补。哦，切开旁边一点。哦，因为怪物高防啊。哦，这样击CD就对了。像这个暗珠有没有攻击珠，就把它做一 combo， 因为防御力够高，你没有做 combo 出来打不太穿啊。哦呦，水柱好刺激啊！哎，哦，哦，往往都是像刚才那样手残死掉的。哎呀，我把火柱没有切开来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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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了，哎呀！这个先打其中左边这一只。元素共鸣没有出来。看一下我的血管是龙，我考虑要一波呢，还是分开打？用分开打的战术好了，我比较有把握，应该这么说。哦，顺序是这样的、啊，中间那只不要弄到它啊。像我现在就要把那个我的攻击柱切开啊。靠！好，这叫切到，吓死人！哦，非常漂亮的血量，太精美了吧！哇，这样危险了，应该会GG，GG，好吧，吃一颗了，爆发失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压王啊。哦，之前那场压王除出来，所以打起来还算 OK， 不算太难打。哦，现在没有药王，你就要靠这几回合猛力输出就对了。哦，等一下也可以再做一次的爆发。哎呦，泪哥的，吓我一跳。靠，这转什么？中间那一赛不会 K 死我，所以我先不急着 K 他。不急着 K 他好像不行。
我们一次一波扫掉好了，我觉得这样比较保险。哦，顶多我再吃一死啊。因为我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了。好，终于过到了，这个是第三关了。哦，第一回合可以先不放，没关系，我们那个新珠留着。哦，这边磨蛮久的，女王开下去了。哦，这补起来是会非常 OP 的啦，基本上挂到这边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只要不断心应该都不会有问题。哦，平均做个四 combo 啊，补出来的血量都是很 OP 的。哦，断心没有关系，我们有三转心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。大概四 combo 都不是问题啦。哦，可以看到我那个星珠故意不消。哦，因为我不想要卡星的状况发生。哦，刚才那一场打了大概一个小时吧。哦，其中模那路径在看路径的部分花了蛮多时间的。好，卡星没关系。啊，行，我们就是开这个朱雀有两只，我先开朱雀。我可以看到我玩到这样的话，大家应该就知道，就是照这个 tempo 去打就好了，就打到王冠就对了。哎呀，三 combo， 哦，三 combo 是补的也够了，哦，但是就没有威力了。哦，所以尽量还是做到四 combo。哦，补的血量是很 OK 的，然后再安全性也够。哦，像我刚刚的血转那样都蛮危险的，尽量不建议像那样做那种危险动作。哦，新珠算很多，可是因为我三只，所以我觉得没差，我不想要转的七零八落这样。哦，再来换这一只。靠，靠，那个，我靠，那个才是王啊！变三系而已，没有天降。转星。
哦，这时候不能挑这只打，因为它会被它复活，所以我会先挑这只打。血量自己在打的时候稍微看一下，哎呦，完蛋，那个。哦，这时候 OK，换这一只。哦，我们差点忘记指定，要指定这一只。哦，指定 CD1 的人才不会有那种让他又复活的状况发生。那现在卡星的话，因为我们开金女王了，所以进那个不要让他卡星的现象。很顺利的来到这个是第四关哦。其实第二关的话，你要往储存到的话，爆发应该不是问题啦。那我刚刚就是清太快了，没办法，这个蛮难控制的。哦，记得千万不要断心哦。我之前吃三颗的话，一只是在这边断的。哦，现在压王可以先开了。哦，用火鼠去攻击，OK。好，差点断掉，差点为了煮三鼠，把我的那个新珠差点弄断掉。哦，怎么转都 OK，最主要你要注意我们的那个新珠，新珠要转到。哦，防御力蛮高的，所以 combo 需要做高，它才有感觉。哦，基本上木鼠的可能又削弱了，所以。打起来更没有感觉，所以可能用火跟暗吧。我每次放开前，我都会带 double check 一下。哦，因为刚刚 GG 的蛮冤枉，本来想要临时通关的，因为地狱的关卡，因为频频转出的，我很少临时通关了。因为露营的话，基本上会有一点想要临时的那个压力在。哦，不是觉得通关的压力，是你会想要临时，啊，你越想要的话，越难达成。哦，不然正常玩是有临时通关地狱的啦。哦，一些关卡比较熟的话，靠，好可怕啊！山西，我刚有点那个，那个麻感了哇，没有看清楚。哦，麻感就是我们。那个台湾的一个怎么讲？那个
一个很通俗的一个形容词啊，就是有点眼睛瞎了的意思。你看又来了，我真的是眼睛瞎了，不知道在做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拿着一颗不相干的属性，要过去跟人家凑热闹这样。哦，这边就是拼 combo 数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这样。哦，水跟火不要搞太多。哦，水跟火搞太多，你场上到时候卡，这种卡住会卡到你想杀人。哎，药王已经好了，没有注意到。哦，药王也可以出马了。哎，我们等火跟那个，火跟暗比较多的时候再来爆发。哦，现在还不错，那这个台面还不错。这时候爆发一下，小爆发。哦，我不建议就直接开别的那个。小爆发真的很小，四康爆还敢出来爆发，简直是抓痒。哦，因为我没有开转心的话，就是比较保险了。嗯，三缸包。哦，可以看到我3到5C 的水准，就是在这边我会尽量。强迫自己做到4C 啊！哦，才刚讲完，马上就3C 了，这是个持久战的比赛。哦，我先 check 一下我们的人。哦哟，录影软体还在录。哦，刚才那个录到一半当掉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很开心呢。对啊，对着空气讲那么久的话，结果全部都不见了。就录了，我打了1个小时多吧，就录了17分钟而已，真是吐血。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哦，知道这配药王就差多了。
哦，危险，所以我就只拼三 C 就好了，反正三 C 我也补得满了。靠，又是三 C，那角度没有很好的话，我有的时候就直接就跳过了。这个平民转租就是 tempo 会比较慢一点，这个大大门就是包含一下哈。啊，因为我打的是稳定啊，因为技术不好，我也爆发不了。哦，非常好，一个肋骨，想要置我于死吗？靠，天降一下哦，哇靠！我差点要吃磕一颗了，老天爷眷顾我！哦，我整个心凉了一半，真的。真是吓死我的毛因为这边是搞最久的啊，说真的，打王也没这么难打。又那个，啊，这时候不要 call 我，我在录音，这样会影响到我。所以这时候要把那个讯息当做就是无视之。哎呦，可怕的三康宝。没把握就直接三康包了。哦，这边过了就差不多就是过了啦。哦，因为这个才是王冠呐，我这个组合的话，这边才是王冠，因为王打比较快。哦，其实手已经有点僵硬了，因为我刚打一个小时，现在又要再来一次了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想要转快，我也转不太动了。好，卡先要注意一下，不要急着转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大家再忍耐一下哈。有没有看？我都不敢往上去跑了，因为这个太危险了。真的手已经有点僵硬了。
目标是零死啊，因为这个组队是有机会零死的。二四五，先转这个啊，这个多一颗。哦，因为他防御力蛮高的，所以你 combo 要做高一点，不然对他而言就是抓痒而已。靠！哦，差一点！哦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太可怕了！去死吧！嘣，还不会死吗？还没死，真的蛮硬的。哦，像刚刚那种斜转都是蛮危险的动作，尽量不要做。哦，没把握尽量不要做，只是我那个已经是习惯了。还没死哦。OK，这边要点五株啊，记得。点五株，然后补新株，尽量削整面，因为我上一场断心了、啊。我靠，这个新株只有三颗哦，好家在是在那个位置。好，这个难度就是在这边，你知道吗？天降星柱，我靠，我又死，我又死了。我上一场也是这样 GG 的。有没有天降？有没有天降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就准备求大了。现在就只能靠我们的那个。就是本身的恢复力啊，朱雀啊，同样一样，我跟上一场差不多一样的结果。哎呀，消错，再见，谢谢各位，第二颗石头，确定，嘟铃，可能又烧三十了。我建议把你的那个没有用的猪全部消掉。卡新珠，哼，没关系，我们有三转珠。靠！怎么会让那个火珠掉在那边呢、啊？没补到心，跟各位说再见。第三颗我吃。
趁这时候给它吹了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满血的状态。此时不出招，更待何时？虽然说威力好像也不是很强。看一下，这个是过去。那个大法，靠，又来。好，把不是星座都把它转转掉。啊，应该是都要转了，只是说攻击术对我来讲是最没有用的。这一次可能是30，希望30就好。我这个要求不是很贪心，这样。哦，这星座离太远了。下路径哦，靠那个会被那个害死，真的，说不是我在 complain 这样。多点心，多点心。转下去，上面那个星座我没消到哦，我在干嘛？哎，被多挨一下，这样补的血就会变少了。可能有机会试试，因为那个水珠啊，我血不多的话，直接撞会比较好。因为打一下，因为它一次是扣30%嘛，13215乘0.3，0.3啦，30%，3964。可是它打一下4000多，所以不行的话，像下面那颗水珠，我用撞的。我撞，好，这样还比较有机会，我还可以存活下来。好，现在我就先不转心了。因为木珠刚不够多啊，所以转了没有用。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哎呀，差一点天降中。这个是我转。哦，三转星有这个好处啊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转一下。哦，女王出来了，啊，你在戏啊你。
你完蛋了你！一击给你必杀嘞，跟你客气。等这一天等你久了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小弟，如果有点激动啊，包含一下哈。三十 ，Go to hell！Come on！ 哦，三十。哦，这个组队来讲，应该理论上临时是有机会的。哦，王冠的话比较容易卡星啊，因为一进场之后你的 CD5 是没有的，主要是这个问题啊。哦，以上这个是兽队的一个配女王的一个打法。哦，美女，哎，女王与野兽，好不好？我取这个名字啊，哦，因为美女与野兽用过了。哦，以上这个是兽队用朱雀当头，妖王当尾的打法，给大家参考。谢谢大家。三十，不是三十颗，是三颗石头。谢谢，拜拜。